单身吗？单身。真的吗？坐。单身多久？单身没有算哎、欸。单身有一阵子了吧？你几岁？十八了吗？我二三，今年二三，可以可以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阳光。喜欢户外活动？对，户外活动，运动，运动，运动。嗯，你多高？我183，182，182，哇，高一八二。那你叫什么名字 ？Josh。什么职业？我是厨师，饭店厨师。哦，厨师哦，中餐西餐，日本料理，日料厨师哦。对，切剩一片。没有啦，那在里面厨房工作。就是整理鱼货、啊，还在学啦。嗯，未来有什么梦想吗？未来有什么梦想？开一间冲浪日本料理店。哦，很不错哎、欸，不错吧？鱼抓上来现切，对，没事冲浪，没事冲浪。什么星座？金牛。你刚下水玩吗？对啊，等一下还会再下去。你冲浪了吗？我还没，我要到最后。好，我去帮你找一个哈、哦，整个海滩翻起来找。翻起来找，整个海滩翻起来找。所以你现在都在乌石港是吗？是，周末。周末都在乌石港。哎、欸，好，太巧太巧。你去玩。好，我等一下找你。我先去帮你找一个。好。好好。你帮忙找个。进欧的呀。现在在我们的 Dray 呢，是这里的。我男朋友啊。冲浪，就是这里的救生员。你的啊。然后现在在帮我询问。一家冲浪店有一个很健康的冲浪教练，有没有单身？我男朋友啦，帮你配对啦。真配了，没机会。那我知道，我遇过你 N 百次了。我知道你单身，我知道你单身。你听我讲一下，我现在找到一个不错，我真的找到一个不错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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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。哎嗨。哦，太好了！遇到你超多次，这个应该是第四次。对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找到一个男生哈，他182，日本料理厨师，年轻，你几岁？23，他二十三。很兴奋，完美！是不是找很久、啊？没有，你是我找到的第一个。这边没那么多。完美。他也去了啦。他金牛座。我也金牛座。太好了，缘分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英文名字吧。可以啊。Katrina。Katrina， 好，你多高？167。167，什么职业？目前在打工。打工，因为我要出国念书。去哪一国？法国。法国好，那你要学法语。对啊。哦，我就是你，我就学不是的。对。学你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可以。做网拍是不是？没有哎、欸。因为我刚才听说你要介绍你们家的泳衣、哦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在泳衣店打工而已。哦，那你这是你们家的吗？对。介绍一下。看一下多厉害。不用介绍，这大家都知道很厉害了。好啊，那你叫什么牌？就 Voda， 好、嗯，很好 ，Voda 厉害的。好，我去把这个男生带过来，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，你不要跑掉哦。好，我把他抓过来。现在呢 ，Josh 在海上，我赶快去找他，我怕那个女生走掉。对啊，下海下海。哦，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我们刚才去海里，终于把我们 Josh 找回来了。对，放松就好了，可以，他男的很不错，他很爱运动，阳光。他说做动饭简单，太简单了，出可以啊，他也穿很少，有点害羞。好，对，好，不正啊。我一直问他，你看一下，身高也可以，好像1.3米。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。今天呢，在海边找的不是很理想。那现在就是 Josh 是在台北工作，对。现在跟 Josh 交换一下 Line。那如果回台北东区或者信义区，我找到你适合的，那我再帮 Josh 介绍，再联络他们见面还是怎样都好，好吧？所以我现在先加到的是 Josh 的，直接来帮你照张相。好的。因为如果没办法见面，我要给他看你的照片。
可以，好 ，OK， 台北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对，好。真是不死心。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情况，因为这是我常冲浪的店的一个，就看一下为什么那里有一个点。所以我常来这边冲浪，那这个是这边在这边上班的七七，然后他也单身。那刚才那个驾驶呢，因为要回台北了，那现在刚好这个机会，因为我要走了嘛，驾驶要走，然后七七在这边，我就想说让他们认识一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啊，好啊好啊，你的手机有在吗？对呀。好，可以，太好太好太好。好，啊你这样把它拍漂亮一点呢？一定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七七。多高？162。什么职业？现在？正职。对对对。在内湖内科那边，三星。在做电子的业务吗？对。那这是副业，在冲浪店，因为我喜欢这个环境，就对了。对。好啊。你吃日本料理吗？吃嘛，好啊，你不要动哦。你会脱皮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找到这个人叫做琪琪，他在三星那边，他在那边做应该算业务，可是他很喜欢海边和大自然啊，所以他副业在这边打工，很喜欢吃日本料理。好，我们跟他认识一下，啊，你不要动了，好，来，可以。哎呀，高了，健康。来，别，很好，哇，可以。好 ，OK， 现在呢，在我的右手边呢是我们的 Josh， 182公分，职业是一个那个日本料理的厨师。OK， 那现在在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七七，现在是那个在冲浪店工作，另外还有在电子公司工作，什么星座？双鱼座啊，身高哎，你刚问过哦，162，对不起，我头脑有问题。好，那我现在数到三呢，你们就可以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Go。握手。跟你介绍有点像，他叫琪琪，他很喜欢户外活动，浮潜啊，自由潜水啊。和冲浪啊，都是他的最爱。对啊，各种户外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喜欢潜水？对，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他，我看他 IG， 都是去浮潜的照片。哦。你们可以一起去，你会浮吗？我不会浮潜。不会浮潜，你敢不敢吃生鱼片？敢啊。敢了，他很会啊。你去他饭店吃，他在饭店工作，是饭店的厨师，他叫 Josh， 182公分。那他喜欢运动而已。那未来就是想要开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冲浪餐厅，可以冲浪。上面又切生鱼片，板前寿司冲浪板背着去抓活的鱼进来切寿司给他吃，是不是很大？可以啦，要去那边吃吃看。对呀，你们交换一下那个，赖，你给他那个。对，我没有带手机。我拿到手机。没关系。可以。OK， 有吗？有阳光吗？有，这很健康的啦，很健康的啦。他都吃什么海鲜？那个鱼的油啊，跟人体的体温比较不会凝固血脂肪，不会。他都吃鱼，他的身体比较好，对啊，很好。好，来壁咚一下，看眼睛。来，放松。好，可以。OK， 放松了，可以了，真诚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眼睛，把眼睛好看，眼睛好，哇。剃到了，你的头发烤焦了，对，太热了，烤焦了，出去了，好酷，好，那我现在10秒，预备，三二一 ，Go，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很好 ，OK， 对啊，谢谢。他也平常也很爱运动的啦，对啊，当个朋友很好。他不是演戏的，不是啊，他真的喜欢运动啊。哦，我不是演戏的啦。当然不是啊，我以为是没有演戏，他真的单身。
好，对，他说没有没有，我这绝对不是在演戏的。我每个礼拜来都会问他有没有单身，愿不愿意让我帮他介绍一个对象？是刚好今天你要走了，我就觉得哎是一个缘分，就介绍一下。因为他喜欢的都是热爱户外运动的阳光型的，因为他生活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真的真的好，不用担心，不是演的。很高兴认识。对啊，我这不会演。好啊，那我最后有那个打个分数好不好？觉得这个对象不错的话，就给一颗爱心，用笔的就好，一颗爱心，好不好？那觉得还好，普普通通就半颗，半颗。那如果觉得啊，跟我想象中的差很远，心碎，就走掉就好了。OK 吗？好好，那我们你叫什么名字？阿七七。琪琪先给啊，啊你不要看啊，没人了，好，我动了，我动了 ，OK， 琪琪，请问 Josh， 你会给他几颗星？请作答，用笔一下。好，按你转过去，好，按你转过来 ，OK，Josh，、okay, 请问。琪琪，你会给他几颗星？请坐的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可以长回来了。为什么会给到一颗星？还不错啦，还可以。哪里不错啊？还可以当，可以当朋友啦。嗯、啊，适合当朋友。很适合。适合，非常适合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因为我还冲找他一起。之前有认识吗？不能说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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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他常来哦，好吧，没问题。那我累积了两颗星的，非常好，好的，但是好的开始。那一点五颗星以上会有个很简单的互动，一到五的数字随便选，七，一到五啦，一到五，嗯，四，四哦，四四，公主抱，十秒，你选一个，三，三哦，杯子转三圈，怎么都是，对，对啊，公主抱，好，你就说啊，我的鞋子有点坏掉了。你说啊，我鞋子坏掉，你说没关系，我抱。好，就这样，好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友情的互动 ，Go。啊，我鞋子坏掉了。好，那我抱你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公主抱，公主抱，安全哦，安全，不要撞到他的头。跟着溜，跟着溜。很好，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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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着，琪琪，琪琪，琪琪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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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很好哦。不会啦，他是礼貌啦，你看他的手礼貌，他礼貌，好，慢慢放下来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好啊，帮你拍个照，帮你拍个照，来来来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不动哦，很好。酷啦酷啦，半身半身。很好，啊，你会当好朋友哦。OK， 好。他也很常回台北啦。好，我回台北再联络。好、嗯哦，谢谢、嗯，谢谢。好了好了。手机对拿哈。手机对拿。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！他也很常来冲浪，你没看过吗？你是我们店的，那你都是在哪？会来这边的。哦。你没看过？没有。哦，真的哦。那初次见面很好很好。对啊，我还在担心你们可能有看过对方。嗯啊。他整个早上都在岸上海里，哦，真的、啊，很啊，都很少上来的，超爱冲的，他也是会冲的，他也是会冲，你们可以一起去追，一起追的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你去忙，啊，你们要联络，保持联络，啊，这我放我的频道哦 ，OK， 你贴不 ？OK， 好好，拜拜。刚的，他什么星座？星座，我问问看。嘉勋是什么星座？金牛，金牛座，金牛座，金牛，金牛，他现在都在存钱而已。对啊，他说他一直在存钱，他想要赶快开他的民宿什么的。哦，那还不错啊。哎呀，二十四，你几岁？二三。那你很刚好，可以联络看看。对呀。好吧，加油。这男生觉得很。那你要先去洗澡了。不会很轻浮的感觉，稳重，我觉得。可以认识，聊聊看，蛮稳重的感觉。那蛮稳重的，讲话什么的。他之前在老爷，之前在福华饭店当厨师，现在在老爷饭店当厨师，在中山北那边。那还不错啊，因为我不会煮饭。哦，你不会煮饭，可以啊。我不煮饭，他做给你吃。可以。不然你先去洗。他做给你吃。OK， 好好啊，你们真的是穷追不舍，都已经多久了？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我觉得这叫做缘分，缘分的，啊，我觉得适合，
介绍一下。好的，好，拜拜。